可以，但是拥有邮差的话，可能他们的一个团队配合能打得更舒服一点，尤其是在后期面对开战的时候。就是、可惜橙子他不会打红蝶，你知道，这个阵容就是上去抛个红蝶，直接给你飞穿了。啊，确实，红蝶这版本打的是真的香。尤其是不管他的追击还是控场，现在也算是略有提升上来，而且追击能力是真的非常顶尖。哎呦，小丑，你别吓我呀！哎呦，不会吧？时隔多年，上一次我看到小丑，好像还是，那也是三个化险为夷，让玩具商带了个双弹。那么现在准备进入场面，本场比赛呢是由微博求生者对战 XR 交换者，由解说 Eki 主讲，未奈的 Emil 实时赛况解说。出生在中场，要先捡橘子。这个图其实对于他来说，很多点位都可以套路到，但是一定要保证什么，自己的操作不出问题。直接是开推，哇，非常快，想要去推节奏。那这边的话，前面是橙子这里的车一定要稳住，因为它跟破轮不一样，破轮你的车是不会断的，但小丑的锯断一个锯，基本上是废掉半条命。那这边感觉佣兵能来一个锯的，走不掉，了走不掉。这个地方你肯定摸一刀的。是的，佣兵站在这里，那就是准备挨我的打。那这边再装上一，在一个封印锯，封印无限锯，脸上呢是猫猫，但猫猫这个位置其实蛮难套路到的，要走路过来逼板。啊，你不逼板的话，这个位置你拉不到的。先抬锯，威慑一波，没有你敢不？那这样子的话，直接反向搬，漂亮。你在干什么？你在瞧不起谁？你觉得这个小丑不能反身锯吗？他觉得橙子转不过来，这个地方太窄了，他觉得橙子转不过来。不好意思，老将的意识，老将的思路就是这么稳，拿捏住了。那上来佣兵一刀，前锋秒震慑，翻盘点来了。现在这个小丑马上出二阶，开完二阶之后无人能挡，闪现在手，闪现还在手里。对的，这边张炬也是准备救去，而且他是非常稳健，装了一个推，出刀，这里震慑，又一个震慑，在干什么？橙子，这把是来刷震慑数据的吗？天神下凡，那这个无限推直接推，他本来是打算打一刀推倒前锋的，那这个推出来佣兵能偷吗？但佣兵偷下来的话，自己也会倒，能偷下来，得倒一个，但是好吧，这一波是直接上头了，就是。直接就冲出来了，不过也没关系，这个位置必倒一个。还行，还有这里还能再拖一会儿，两个人脸上还有一个，对，冰幻自己也交过了，又倒在这里，等会儿队友还得过来再摸他。挂人吧，我就挂人吧，没必要追他。你前锋你厉害，你有什么用呢？佣兵倒地，你半状态，玩具商没有化险为夷，这个局优势还是牢牢的掌握在小丑的手里。说实话，这一局的小丑，只要他稳扎稳打，这局是。非常容易去拿下这个锁，而且这个位置能找到。这里能看到前锋吗？闪现直接没打，没有了。看一下，好吧，我们都以为要闪了。那这个位置无限锯推可以锯闪，继续锯到。想套路。哇，这个锯拉得很稳。哇，这个哎，可惜。对不起，还是哎，没事。对不起，我闭嘴。但是闪现一刀还是倒了啊！倒下之后呢，这个前锋一飞，对吧？玩具商的把人一摸到了，手上还有一个推出来之后。怎么打？或者说现在钻头一装上，场上这个密码机进度，你告诉我这个状态怎么打？甚至现在都不用先管冰化玩具商了，这个钻头给佣兵安上，然后再来安心处理他们两个，佣兵起不来，他要在地上躺一年。好吧，现在就见神抓神，见佛抓佛啊，见一个我砍一个，见一个我砍一个。又是这个地方，又是这个地方。刚刚套路。啊，失误了一下，但是问题不大。那也无所谓嘛，反正我二阶已经出来了，我这局还差太多太多。一个锯赶路，两个二阶拉锯把你带走，啊，很难受。这边有个板，哎呦，来不及进不去。那上面要上二楼考虑飞一波了，但是这个身位是不够的，啊，这个身位的话，基本上就是直接一刀带走。从这里能飞一下，往前走的话是绝对能打到一刀的。啊，那个地方开伞就掉下去的。确实没有办法，好吧，就很笨，那就别开了。但是
这个密码机差太多了，而且这个状态你这个人你没办法救。对，囤点货，现在对于强度来说囤点货，去旁边密码机捡点东西，这局就基本拿下了。这现在就收收垃圾，对，四处转一转，开始囤货了，进货了，这边拉个巨怪进货，那边的话赶紧投，赶紧投，与时间赛跑，你这救人再吃刀这把就没了啊，赶紧投。但是现在橙子也是及时回来了，哎呀，没有机会。那确实没机会，道具也打完了，啊，状态也打完了，机子也打完了，全都打完了，就完了呗。而且现在搏命也扛，你怎么扛？你随便扛，对吧？你随便扛，你扛。扛了也带不走二阶小丑。我再给你两刀，对吧？我再给你两刀，你扛呗。这边板子搏一下，你敢下板你就倒，对吧？你过来你翻不翻嘛？你不翻我直接一个去抬走。是，这里真的二阶小丑没办法博弈这种板子，玩起来了，他心里一点都不慌，他是绝对绝对的优势博弈方，没有任何的一个无所谓，给你跳五十，给你跳五十次，总有一次你倒完之后机子永远不够，手上技能还在，而且人是肯定不挂的，人是肯定不挂的，对，现在就开车啊。那小丑来控这种残局场真的无解，很难有办法。这局说实话。出效果，就是从哪里拿捏到强者，从心理上，直接开局两个震慑加起来，啊，这心态真的对心态的打击是很大的。就怕的不是这个敌人有多强，知道吗？怕的是你小瞧了敌人。确实啊，你觉得他不行，他就是表演给你看，对吧？他那个位置就是觉得太窄了，那个地方如果橙子拉过那棵树的话，他再转回来要很久。但是他仗着自己是前锋呀，他嚣张呀，他是前锋呀，而且打小丑打得少呀，这版本谁打小丑？所以他已经就是没有想到，他觉得自己是前锋，我那个窗那么快的翻，你不可能震慑到我。但是你觉得不可能的，就是发生。只能说橙子这个句子拉的是真的秀，对吧？板子一踩，听到你的呼吸。板子还慢了，又一个震慑，这个震慑是拉满了。那边佣兵起不起吧？你起了之后，我又是一个去等着你，对吧？没。啊，这几乎就是一个慢性死亡，一个稳四抓局。坐牢啊，坐牢啊！两个人努力一下，坚持一下，好吧？争取一个留岛，一个这个狗狗地窖啊。可以说压力又给到了微博的监管者。对，只能四抓，没有四抓就是输。对，基本上是逆天改命了。说实话，橙子这波，我觉得还是刚刚那句话，好吧，辉哥反日，力挽狂澜，老兵不死，真的是发挥出来了他的一个，就是老将的一个特质。我觉得就是冷静、稳重，抓住机会一击毙命。真的，橙子真的说实话，也是独当一面的这种大将呀。你说现在这局他们怎么打？就算现在给他们两个人起来原地满状态复活，这个密码机都拖不够。怎么打？就等队友飞呗。就等队友放。但也没用啊，那个佣兵飞了之后，壁换在这里，他除非能够，但是壁换有僵直的呀，你又不是一个类似于说我起来我能瞬间拉出来的，你有僵直。这边橙子也很聪明，我肯定不挂的，是的，对吧？对吧？我抬着你，我看着你，对不对？那你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？等佣兵这个状态被放没了掉了之后，我再挂，对，都可以。那佣兵那边也是没有任何办法，然后病患这里一上挂，哦，都不挂，还是等他飞一下，等他飞一下，看你有没有自己。对，等他飞，还等到彻底再挂上掉之后，啊，这个。拿安东尼奥吗？拿鱼女。我觉得如果再刨出女巫其他角色选的话，小提琴可能有点难。哎，我等一下，我去地下捡一下下巴，我去地下捡一下下巴，我下巴掉地下了。哎呀，不是，今天是冷门大荟萃吗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，这个小丑小提琴，我好像。你真的，你拿出一个鱼女来说，我都不会觉得很震惊。但是好了，你不敢往外压，因为外面每一个位置都能冲过来偷一波人，甚至有机会帮他转一波点，所以他就要被牢牢的架在这个椅子面前。那这一局的话，也是三个双坦，让佣兵去带了这个幻想唯一。
那本场比赛由微博的监管者对战 XLOG 的求生者，由解说安将解说 Aki 为大家带来 FBL 现场实况解说。首先看点位，好吧，短腿监管先看点位。前面是守墓，左手是守墓人，右手没有人，啊，这就很难受了。基本上是有点断了魂，他看看能不能追吧。这边的话最稳，就直接拍个板下铲了。是的，这边板子一拍，直接下个铲。拍个板，下个铲，只要没被打断，对吧？拍个板下个铲，啊，那你怎么说吧？这个线能不能拉到？拉不到的话，基本上是。节奏已经崩了一半了，因为小提琴拉的这个弦它是有一个延迟的，白刀出来，所以说对于穷者来讲，你这种弦是很容易被躲掉的。是，那没办法呀，那没办法，他该拉还是得拉，不然你在板子里刀拿不到。看这根弦，这根弦要非常有说法，但这个距离拉出来了，好像已经拉不到了，距离拉远，而且板子破完了。有一个板子，下一个铲子 CD 马上就好，这里可以继续下铲一个踩板的时间。是的，翻个板下个铲，啊，再上个二楼。没有，先上二楼，铲子先留着。给个插刀，这局的话，秒级现在已经拖出来了，而且带的是个金身。哎呦，又躲掉一根铲子一下，给个插刀，出大问题，真的出大问题，那这个节奏已经是不够了。是的，对吧？你。这个节奏想赢，除非是在首乙阶段，求生者再给到你一个很大很大的机会。没有首乙，这局游戏是没有首乙的。看一下能不能秒，这位置能不能秒？还行，可以有机会秒掉。两台半秒，第一个人现在是挂上之后马不停蹄去找下一个。是的，好吧，他现在是得主动进攻了，不可能在这里等求生者过来救。对，他现在是没有这个飞行的这个素材，就一步一步路，要冲啊，要往外冲。但求生者这边能卡。看到我们大老师平局率都已经给到30多了，哦，就啊，就基本上，但是大老师基本上平常说话都是仅供参考啊，他说话都是那个游戏内容可能与预测不符。这个弦能不能拉到？这个弦，这个弦没拉到，空掉了，完了，而且被无伤修下来了。你是真的敢啊，石小耀，你这救人出问题，那你们这局不是要出事吗？那现在这波的话，你压满再救一波也行，慢了也行。他主要一马阶是绝对够的。卡了一波低保的身位，低保的身位稍微有点远，直接过来的话只有一个拉线的机会，但这个线就很比较好躲了。那现在另外两个队友在外面再修，剩下两台佣兵在附近继续卡。压满你救也行，不救也行都可以，因为剩下两台密码机有人在修的。啊，确实，确实。这个局正常打都是求者有机会争三跑的局，对吧？是的，只是说他们这局没必要。对，正常来说让佣兵回去修，空军过来救一波，给个枪保一下。就在极度求稳的情况下呢，你是可以选择彻底的卖掉的。是这样的，让伊莎先生就是继续感受自己就是牵制了半天，然后被卖掉的一个感觉，就好像似曾相识这个场面。对，上次他带着鸟，这次他是可以这个放心卖了，也没有任何道具，他可以瞑目了，对吧？他可以瞑目了。那怎么办，地堡这边你这个技能怎么说，你这得去接节奏呀。怎么说这个金身，就这个局带亮闪闪，他是要赌自己撞空军的，但他没撞到空军，这亮闪闪也没什么收益，而且追的算其实相对来讲是个最难追的守墓人。对，主要他可能也想用亮闪闪就是打一波首乙嘛，就我拉根线，然后你打我一枪，我给你来一个哎嘚儿啊，然后把你击倒，但是就是你技能也不交，人家空军压根也不过来。对，不让你看到我。这局游戏他没见过空军的。在佣兵也是直接在化为再继续重新修一台。对，现在场上机子其实只差一台，而且不到一台。怎么打？现在三个人满状态都有道具，我都不跟你去纠扯一场。我觉得我三台机一起给你开。我觉得得给他加一个镜像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左边。第一个技能是拉线，然后右边打音符那个技能换成投镜像，我觉得这就有说法。但现在没有，没有的话，控不住场，就很难了。讲道理，毕竟小提琴家这个角色归根到底，他是一个走地流监管者。对，你没办法去把三台密码机全控制起来的，而且这三台并不是离得非常的近，就不给你机会啊！你怎么秒人呢？你怎么秒遗产呢？很痛苦，他的一个软控场。不痛不痒，这根线走位能不能有机会？有没有机会？也跑了，
哎，漂亮，枪不开的，这枪不开的，枪是必然不可能开掉的，枪不开的，给你秒，你秒认你秒。你要不管江干者技能是不是个近身，首先我们把就都快压好了，他技能留开门站，留着开门站，他最聪明，留开门站，你敢交你把我秒了 OK， 你没传送，你不交你秒不了我，对吧，我这把枪就跟你的技能把你限制住，把你封印住了，我现在就给你扣一个枪在你头上扣着。那现在金家仔修最后一台，让石逍遥过来再救一波队友，这波主要是技能压好，能压好的话其实说法就很小了，他得让他救不下来才行，而且救不下来还得是那种回光返照了都救不下来的感觉才行。是的，就这种情况下他才有可能把幽冥打倒之后再想办法去把其他打呢，先拉根线，得先中一根线，哎，可以，然后再考虑打个没有震慑，那坏了，那这打一刀直接亮，亮完之后走远可以开不开现在两个人就待在两个门，然后空军把这个枪一交，就看你精神给不给。没机会了，没机会了。他现在得是手上有两个传送，把这边人一秒，先传到一个门秒一个，再传到另外一个面人秒门秒另外一个才行。现在得想办法看能不能找苏伞再借一个伞过来。闪了一下，闪了一下，但是那边门也开了，开完之后呢，这一个平局。对对对，这局是打成平局，但是呢。也是恭喜 XOG 完成了一波翻盘，究极翻盘啊，真的是究极翻盘，开场8-1，你告诉我你能把我秒了吗？但是不好意思，真的可以，两把四抓一把，两把平局真的给你抬走了。是啊，真的这种开局尤其是在自家主场的时候给对面一个8-1这样的一个大